说明我们专业。看看野桃老师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歌单，看到没有阿伦的老师。什么六条腿啊，一抓一蹦跶，一天到晚田野里红海庄稼，为啥不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蚂蚱。什么四条腿啊，一抓一蹦跶，他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保护庄稼，为啥要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青蛙。一个四条腿啊，一抓一蹦跶，虽然样子有点丑，但梦想却很大，像是天鹅肉啊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是癞蛤蟆。没有腿啊，一抓也蹦跶，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想得到他，为啥不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不到，那就是爱情呀。一天到晚田野里祸害那庄稼，为啥不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蚂蚱。什么四条腿啊，一抓一蹦跶，他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保护那庄稼，为啥要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青蛙。有一个四条腿啊，一抓一蹦跶，虽然样子有点丑，但梦想却很大，他像吃点的肉啊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吃癞蛤蟆。什么没有腿啊，一抓也蹦跶，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想得到他，为啥不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也猜不到，那就是爱情啊。什么六条腿啊，一抓一蹦跶，一天到晚田野里祸害庄稼，为啥不抓他呀，一抓一蹦跶，可能你